然后我们排到了明日早晨。Rupu TBA 丁特，你不是被锁了吗？这个丁特，看一下在不在线上。这到底是不是丁特啊？你不是不能用这个账号了吗？啊，我们他编了一个很奇怪的角色，亚历斯塔、伊维利亚跟伊泽贝尔，这有什么关系呢？我看一下，都是四个字，然后两个有一，这个亚历斯塔好像没什么关系啊，奇怪。哎呦，这一场，这个我们先看明日早晨再做决定。你是玩上路的吗？记得啊 ，Morning 是玩上路的。哎呦，他选个中路啊！啊，没关系，那我们玩一个，我们玩一个理性。Your will, my hands。我们玩一个扎克。Literally。中啊，那我们玩一个扎克。用上路李欣呐，李欣呐，啊，就是我在巴哈挑战统神的，有兴趣的查一下统神，你等着。早晨哥的中路就是神，哎呦，怎么有一个被 ban 啦？这个来不及看他的文，死去。还有你这够聪明，有绿色怪物你不选，你棒槌啊，这个一定要选。这个有人说我的李欣很戳啊，你们不要再胡说八道了，我的李欣出神入化。出神入化，垃圾的出神入化，出去就死了，没人像你一样废。蒸发融化破7000了啊！这个统神，你知道你台破7000了？我们看一下，7041啊，突破7000大关，这个太神猛了，没办法，人出名就是这样子。各种统神，我可以加你好友吗？统神，我赶快换符文啊！上场对面上路是谁？啊，好像是一个赫克林啊。好啦，随便你玩谁啦，我都一样的符文。啊，好像是个李欣啊，还是赫克林？看不出来啊。好，这个李欣吗？不过我在你对面，什么东西？啊，这个 P5 忽然讲了一个很奇怪的话，看不懂。这个明日早晨比赛好像是上路啊，他是中路吗？这个给明日早晨打中路嘛，他们那队的中路是谁啊？这个基本上中路能够比明日早晨，哎呦，神手跪到对面了，哎呦哎呦法洛士啊，哎呦这下 GG。哎呦，法洛士啊！这个神手柜的法洛士很猛啊！还有一个代打人马，中路啊，你白痴哦！中路安妮，明日早晨。人怕出名，可是你只怕肥。破了不会办见面会哦，操！这个见面会，等的有点久啊。我们再call in最后一个人，赶快看看谁可以上
第一个，快快快，第一个，第一个，快点，谁呢？没有人要call in。啊，哭哭哭！好、哦、来了，喂，啊喂，哎呦喂，就是你了，其他人先。喂喂喂，直接挂我电话、啊。那我换银狐，银狐，通神通神，好、啊，请说。通神，你好帅哦！哎呦，不敢当啦。喂，你超帅，可以教我玩酒桶吗？教你玩酒桶，酒桶。对啊，没什么好教的，你要学什么？你上一场 QR 好神哦！啊，这个简 easy 啦，这个统神嘛。西门被你屌打透子，什么都是屁啦！你最公道，我就是欣赏你这点，你最公道。有没有？有没有？干，我就是莫奇无脑统神粉。没，不，你胡说八道什么？你才是有脑，你讲公道。聊天室那些是无脑的，你不要理他们。你才是有脑的，赞。东森，你的绿色怪物要被打爆了啦，这才是公道。你去吃屎啦！I may bend, but I don't break. How's it going? Thirty seconds until minions spawn. Oh, 杀进来了。Let's bounce. Why, thanks. I do work out.啊，雷星带了一个红金链六水。啊啊！呜呼！啊，可我们大自己爆破啊，这有点伤。这个低等点一啊，我的把全部的尖子都吸起来，我们快速升到二的，才能造那个组织。当扎克遭到击杀时，有几率可以自体分裂。胡说八道啊！有机会可以原地复活，你有五分钟，什么叫有机会？好像是赌个机会的感觉，就是五分钟。因为我们有吃四鬼，所以我们再一次就可以升级。所以我们也不多说，这只吃完马上点橡胶飞拳往前压啊！橡胶飞拳，不要踩啊！他把我那个球球踩掉了！啊，完全摸不到他，他把我当猴子耍。橡胶飞拳啊，完全不行。啊，没办法，这个近战的我们还是等先等学会自己爆破。你干嘛？哇操嘞，来这招啊！这个只能闪现啦，不然要死啦！啊，这个只能闪现啦，这个一还在 CD 啊。橡胶飞拳，来。You have slain enemy 一个双 buff， 感谢 first blood， 感谢人马赞助双 buff， 我们的代打哥，感谢。啊啊、我现在有双 buff， 我就是超人，你们都只是屁，只是屁。啊、红 buff 烫吗，李欣？烫的你皮歪歪，我要赶快回家、哦，不然我觉得人马一定来找我复仇。先回家，啊，不会让我回家。啊，这哪一招？
们两个一个交错，现在一啊，看来没有。啊！我以为人马会马上来找我复仇，踢过来啊！你还真的敢踢过来啊！我有双 buff 啊，丑角。哎，好像打不赢呢。哎呦，打不赢啊！被点燃，他杀我，不要啊！啊，死去！果冻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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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完蛋，死了！果冻！啊！啊！啊！红金链太 OP 了啦！他硬喝一罐红金链，硬杀我。啊！这个。啊！这个红金链一定要改弱啦！哪有那么扯的？一罐红金链把我踢爆，我有双 buff 还打输他。啊，这个红金链一定要改弱啦！啊，红金链 OP 啊！啊，不过他也全交啊，点燃跟那个闪现的。How's it going？ 啊，理性 OP 啦，不爽。我现在21，他26，然后我们两个都一杀，可是他喝了一罐红金链。怎么那么快就六等了啊？我才刚五等而已，你就六等啊？我怎么打啦？ I may bet. 哎呦，不要啊！赶快让我六。Mama said I was big for my age. 啊，死了。I never skip breakfast. 啊，连江狗都比我快上六啊，有点惨。我要把这个连一连啊！来 buff 继续。啊！刚要是随便一个人上六，那个李信早死了。Fighting is in my blood. I mean, my goo. 就戴安娜一个人守住两个，有点猛。好啦，我34，李欣38，还可以啦。反正他有一罐红金链嘛。欸，其实最主要是会战，我们的功用是不可同日而语啊！啊，大只的，哦，漏光光啊啊！对，被踢死，有点惨。刚刚杰拿了一个蓝 buff， 然后一个李信提，现在李信就有双 buff。哎呦，这李信拿了两个双 buff。Cool。
An enemy has been slain.一个极限的交换，可是我被他 Q 到的话，我会输，所以没办法，只好先让他归。I may bend, but I don't break. 干李希，你不要太得意啊！你剩一滴血啊，那一滴我随便要杀你就可以杀你。不过我们先洗个血。啊，他决定回家。There's plenty of meat. 然后他决定回家。哎，后来我们去吃个狼。I'm not as squishy as I look. 哇呼！这个说红今天要削弱，到底是什么时候要削弱啊？奇怪。感觉没有削弱的一天啊，这个。那每次都说什么红金链要削弱，红金链要削弱，没感觉啊。妈也被 Q 到。好凶好凶，他的血统快满了 啊，这个有点 W 吧。How's it going?啊！下路被一个杀光，下路被一个 gank， 然后上路怎么有一个戴安娜？完全没发现啊！这个完全没发现。好了。回家我们也会。An ally has been slain. 啊！下路看来爆炸了。啊！我70 CS， 李信72啊，可以了，至少 hold 住了。李信也出了一个腰带。但他也很明白一件事情啊，他们这队不会有坦的、啊，这个人马代打哥他绝对不会一开始就冲坦装的，他绝对是至少出什么蜥蜴刀啦、什么振奋啊才会开始玩物防。下路50 CS， 神手贵70，神手贵88啊，输了30几，有点惨。不要踩啊！啊，一直要 Q 啊！完全打不赢啊！我们撤退，完全打不赢是怎么回事？不过没关系，我们打不赢他，我们靠续战力麻死他。我看他的盾好厚哦。这个就是传说中的扎克的续战力，你不爽你就进塔来玩，我就空在这里，我就空在这里，你能奈我何？不要踩啊！啊，不要踩掉！啊，绿色怪物被给打爆啊！完蛋！啊，死去啊！
啊，声音低，我们的收尾刀来了。收尾刀的没收到啊，啊，有点惨啊，两只收一只，好、啊、收到一只，那还好。收尾刀啊，只有他击杀、啊，我没助攻啊，啊，出不起日炎斗篷啊，闷呢、欸。啊，戴安娜一个 gank 下路，将下路两个都击杀，我们只死一个，然后我们还可以吃一个这个。啊，看看他们可以吃的。啊，这个没出攻啊。被明日 carry。啊，这个李欣怎么打不赢啊？看看出日元斗篷会不会好打一点。啊，打不赢这李欣啊，这李欣有点猛。然后对面的球女只会农兵的明日早晨已经 gank 上又 gank 下，明日早晨直接出个纳蛇之牙，干你是来戳了是不是？这个你以为你在玩凯尔、哦？其实戴安娜不太，哎呦，这个杰被一个单杀，这个其实大家要知道，这个其实戴安娜不太适合出，因为戴安娜普攻不太到，他还是玩爆发比较强。啊，他已经十一等了，我才十等。啊，出个狗骨头啊！你会后悔你出狗骨头的。啊，在后面吸血，哎、欸，我妈妈哥哥开始痛了吼！你以为充血对我有用啊？我的 W 是打百分比的、啊，充血，笑死人了。持球啊，扎克 OP， 我们的 AD 啊，输一屁股，还有他四个头，这个四个头有点猛啊，这个 AD 吃兵输了，可是靠人头补上。哎呦，哎呦，吃兵输了靠人头补啊，失去啊，一个互换。哦 ，Z 的啊，不，那个 Z 哥，哎，那个叫什么 Z 的，随便。啊，又没晕到！啊，这个好难打、啊，这李信。啊，被他踩掉。哎、欸。啊，松龙配个单杀啊，不是。杰贝一个单杀，Why, thanks. I do work out. 不行、嗯，还是要回上路，因为我一走，这李信就会推。好、啊，我们赶快回上路。啊，你推太快，你推太快，啊，你推太快了啦！快，接到。啊、然后我在后面洗血，他就在旁边看我。这个扎克一直在洗血，我们是要怎么玩？你不用玩，你就待在后面。不过我这样子其实不太有利啊，这个跟李信在上路玩、啊、不太好。这个队友开始不太行了。啊，完蛋啦、啊！你这个啊，这个闪现。This is gonna get messy.还有大吗？人马没大，好，那我们就不理人马了，快！啊，人马有大。这个明日早晨可能已经去看网页了。啊，这个人马跑太快了。我们再回上路啊！这场好难打、啊，这个李欣打不赢啊！我们两个都126 CS， 他两杀一助攻，我只有一杀。Let's bounce， 那可以浓啊，只是打不赢。
球这个节完全不来，然后他可能在等个机会，害我耗了一堆血。我没关系，这只角色最不怕就是耗血，因为他血越少回越快，只要不死的话，我一下就可以回出血量来。Just another day on the job.我不乱跳，啊，我们的 AD 在下路农兵啊，这个只会单机啊，不好吧，队友都死了，死伤了，伤了，我们把我们的物防冲起来，物防205啊！我现在就是来战车，只有球女打我会有比较痛而已，其他人打我就抓背。啊，血量2700，不要再推啦，李欣！李欣直接出个好战者啊！哇，这李欣决定当个强化小兵啊，那我们就不理他，我们会战就冲后排，因为他也没防，他被猫到还是很痛。Everybody's a critic.No, 我决定帮，因为我帮比推塔有用多，对面看来想要打，所以我决定帮队友。虽然明天早晨虽然叫我推防御塔，可是我不屌他，我的枪我决定帮。哎呦，我这有点烦，你这亮几点的啦。哦，这个球女快疯掉！I may bend, but don't break. I'm done with this.啊！直接变苦洞啊！我还没死，对面都忘了我，嘿嘿，呜呼，我又回来喽！啊，死光光！哎，对面忘了我，这样我们其实没亏啊，看起来好像有亏，其实我们把小龙吃掉了，我们其实啊亏了，因为上路被推掉。I may bend, but I don't break.这个上路被推掉。被推做二塔，前上面没什么亏啊，可是推做二塔很难受。啊，奇怪了，怎么会打不赢？等一下，我还要20几秒才有大绝，你们不要一直想打啊！啊，又要打，那我来了，没有，等一下啊，这几个队友没大。好了，这个赫克林去单机了。
我啊！不要喷我啊！我们一个冲塔啊，冲塔够啊！等我啊！啊，求你一个空大，没有，求你到那个什么鬼？不行啊，神手怪出来了！你怎么死了？怎么死光光啦？啊！不会哦。啊，懒得用闪，死定了。那个杰怎么直接爆掉了？有点痛啊，那个球。蓝照之盾，感觉打不赢欸，奇怪，这边团战好猛哦。奇怪哦，我明明就超级硬，怎么死那么快啊？3256滴血，254物防，然后我软的跟什么一样。对面到底是谁那么肥啊？看一下，奇怪了，就那个赫克林可以打那么痛，有点扯。虽然他有红，也打太痛。Fighting is in my blood, my goo.啊，我觉得赫克林，哎呦，我觉得赫克林现在有点 OP 啊，他现在的装备已经超人化了。这个你要知道，这个赫克林他是从来不买眼，所以他装备筹得很快，因为他不买眼，然后做一个好战者，好硬哦。Never skip breakfast. 不要走队，我死定了。他抓到对面的 AD， 抓不掉啊！不会吧？啊，抓不掉。啊，怎么会这样？啊！怎么会这样？抓不掉，好几层盾啊！抓不掉，这个迷你早晨就是要戳啊，出那个纳蛇之牙没什么用啊，他根本就没办法砍啊，因为啊有点麻烦啊，这个掉一只巴龙啊，唉，这场凶多吉少啊，奇怪了，怎么那么软啊，我已经冲超硬了，啊，这边肥太快了啦。
个是去自杀哦。然后每次都是没有大绝的时候那边冲。我好消息是对面没有八龙，不要再死了，你别再拖一下，拖一下。对面竟然没有吃八龙，我以为对面吃。好，解掉一个表演吗？哎呦，好恐怖哦！哦，一发 QW， 四分之三啊，有点痛啊。啊，我守不住啊！哇！啊，没看到蓝盾。啊，这要出什么啦？出一个。不行啊，出什么都抓不掉法洛士啊，现在只能保后排。出啊，想不到要出什么 啊出个面具啊，不啰嗦啊，现在冲防没有意义啦，这个再硬挡不住啊，赶快出一点血量跟 AP。 奇怪，这个军团盾我们没有人出啊，应该出一个军团盾。好，等这个宝石拿来出个军团盾啊。Fighting is in my blood. I mean, my goo. 啊，奇怪了，那个李欣是一个好战者，酱油都跟什么一样？为什么？我觉得我一堆装备，团战猛的跟鬼一样，这样都能输啊？这到底啊？求你有没有那么 OP 啊？我觉得法洛斯还好啊，但求你太猛了啊！这个啊，求你好猛啊！这个盾超级厚。I made that.保 AD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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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还你！我自杀了，神手哥，快点打打！你不要再跑了，我在保你啊！啊，红光万跳！啊，对，求你好烦！啊，我们的女警啊，又被抓掉！啊！Ace， 啊！球女太猛了啦！这怎么开大？啊！被球女打爆啊！这个球女一个玩爆我们所有人啊！怎么死的？他怎么死的？我们可以渡这个吗？可以吗？好像不行。好了，是这个。啊！啊，戴娜没有用啊！现在他已经没有用了。他完全比不上那球女，刚才球女超猛的，一直在后面风筝。根本抓不到他，抓不到他没得玩。Just another day on the job. 硬吃，硬吃，硬吃，硬吃！没被偷，没被偷，可以，可以逆转了，逆转了。
我来了，我来了，先抓一个球你。全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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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点燃，点燃，随便了。我们怎么死光了啊？死光光。对对对，哦，有点痛，有点痛。Pick on someone your own size. 啊，这个赫克林好烦呐、啊。啊，先给那个挡一下。啊，这个明日早晨是请代打哦，怎么感觉这场没什么用啊？啊，请代打哦，哦，他有的时候会这样子，你知道吗？玩神个几场，忽然间会有一两场特别烂。一个神开，现在只能神开了，不然稳输。呜、哦、啊，不行啦，这个啊太猛啦，球女。啊，这个现在这个球女可以玩爆我们所有人呐、啊。哎、欸，他有惊人，也不怕劫。好，我们先等这个好了，只能等这个。感觉打不赢啊，这球女太猛了。这李欣出了一个吸魔剑啊！为什么要输给这么酱油的李欣啊？啊，这个不爽啊！哎呦，我来，我来，我来！可以抓到这个李欣吗？哎呦！啊，这个球女现在，哎，她有没有想抓那个？哎呦 ！QW 900点伤害啊，有点痛啊！这个啊，这球女可以玩爆我们所有人啊！不要怎么打，一定要开啊！想办法。啊，这球女好烦啊！我去把眼睛拔掉。How's it going?怎么有人叫我冲？有人叫我退啊！不要啊！不想被玩爆啊啊！这球女不行啊！现在没有人搞得死这个球女啊！上喽！活蹦乱跳！啊，全部来啊！神手柜，神手柜，不要杀我啊！我走喽！
啊，收掉神手柜，收掉神手柜，还可以收谁？啊，我们的 AD 被收了，收掉球女啊，二打二，这只能打了。我有果冻，我有果冻，可以打，可以打，我有果冻。哎，剩一个李欣 ，unstoppable 绿色怪物。哎，不要啊！你的啊，你不要啊！你被踢到，完了，死去。啊，不行啊！啊，你这个好啦，下路我知道啦，快点。啊，这个开那么漂亮都输啊！我抓掉神手柜，又在中间甩了他们几百下。啊，这个啊，这个戴安娜到底有什么用？啊，明天早晨你不要戳我啊！你戳我，下场也吉林呐、啊！啊。I may bend, but I don't break. No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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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o. Ah, two. 但他好硬哦，五个人打他都可以顶那么久。I should get a suit.这个叫做雷欧娜观念有问题，他刚刚在这里也是，他可能不看小地图的一个不看小地图的玩家打了啦，少一个雷欧娜算什么？呜呼！啊，帮我们吃，完蛋！啊，完蛋啦！啊，抓不掉神手柜，不要急救，跑掉！保 AD， 保 AD， 保 AD， 保 AD 啊！啊！保住他，保住他，保住他！还死你！你不要再杀我们 AD 了！还住他！戴安娜，表演一次啊！有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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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了！还死你！你要跑去哪里？哎呦！碎碎碎！破塔，破塔！直接推两路。好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，三十秒，直接推到中路不是问题。快点快点快点 ，Go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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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！ 你们他妈的不要再给我嬉皮笑脸！小鬼子，你是走不掉的，干这个哥那边嘴炮。你回什么家啦？多推一点啦！啊，来不及了。其实六秒钟，因为没有巴龙，我们可以尽量多推一点，算了。啊，经验全喝了，满装。满血4562，我现在就是一个亚洲超级战车，超级。我们可以看一下神手柜的装备，他其实也快满装了，他差两样，啊，其实两样就差很多。保住 AD 啊！保住 AD 啊！保住。Mom always said I was big for my age. 啊 ，AD 啦，打错。保一个废物戴安娜没有用，这个戴安娜出这种垃圾装，妈的，这明天早晨戳我没关系。哎。呜呼！安安。一个脑冲，我们的杰一个脑冲，会送掉这场游戏吗？
三烂眼脑冲啊，七幺六啊，啊，他的盾好厚啊，变成果冻。哇操，操你的筋酸哦，我的果冻他妈超级厚，撤撤撤撤撤撤啊啊，这球女好猛啊，来磨，来磨塔哦！这边要守外塔，叫他们去死哦！啊，超级小兵，好，慢慢磨。小心哦！不要冲塔啦，就磨就对了，你们磨。对，就是这样子，一次摸一下也没关系，因为我们，求你一个空大。我们给 AD 吸血，因为我们中下路都推进去了，这边不守就 GG。不急不急，冲了吗？脑冲！呜呼！呜呼！呜呼！不要啊！我怎么要死了？啊 ！GG 胜利 ，Victory！ 太爽啦！啊 GG 绿色怪物 OP Triple Kill， 太爽啦，绿色怪物 OP。 我爱极限工作室，各位观众你好，也要为你手上各位观众来买一期，然后对我们邓老师有期待，欢迎来电极限工作室啊！啊拿绿色怪物 OP 哦，对，好啦，我们来玩那个啊，这个太爽啦，我们来玩一下那个。那叫什么？那个啊，玩一下，玩个一轮，这个太爽了！啊，一个超级逆转呐、啊！对面各种拿巴龙什么的，最后被逆转，啊，太爽了！绿色怪物太 OP 了。